喂喂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2年2月22号。今日同大家去睇下呢个东方日报喎、哦。佢係咁讲嘅。佢就话港府推搪失责，伤及香港嘅经济筋骨，上及唔双目而妻嘅。话佢系咪睇咗我啲片呢？人才同资金嚟讲已成趋势。官方数字显示 ,2 月20号之前，即最近呢个礼拜嘅一个星期，有 2.53 万名的香港居民离境，比起前一周增加了 22%， 仍然是太慢了。大家你见到啦，就不要心灰，仍然是有班机可以离境的。喂，他没有讲入境的，他是不是夸大了离境那个啊？你要讲那个净数目才得的。这里我有少少怀疑东方是夸大了的。那据入境部门的数据，离境人士入面呢，一星期啊，一星期有劲二点几万。那但他不是说净流出啦。都有净流出人数 1.97 万。这条才是实数，老实啲先得的嘛，做人。两万有两万名人士是净出境。那同埋他都有讲到这样嘢嘅。就是有些人其实是回大陆。不过那里有 72% 的人士即是离境那些是由机场离开，即是应该不是回内地的啦，那些。例如大概 1.8 万人一星期喎。哇，迟下大家觉得会不会跌低个7-8万人呢？咁然后根据东方同埋呢个大和发表嘅报告嗰度呢，就预计未来24个月即是两年，资金外流嘅规模可能是会超过1000亿美金。好少啫，呢个大部分会喺2022年度发生，而2021年度那个数字呢是480亿。哇，原来讲到咁都只不过是500亿美金咗紧咋。而再加埋嘅全球各地都可能会加息，於是乎资金外逃嘅速度就会更加快。咁话无怪乎大公、文汇、经济一周投资越行施永青嗰啲开行晒 turbo。施永青之前呢咪讲过话移民英国各样嗰啲回流嘅机会比较少啦，因为香港苏州过后冇艇搭，将来佢哋返嚟未必咁容易。听落去好似好令到嗰啲未能返香港嘅人士好沮丧，系咪呀？喂，有冇人问过一样嘢先？佢话苏州过后就冇艇搭，佢嗰隻咩艇先？同埋苏州当其时系咪有和咪公先？系咪封城先？系咪有全民检测先？系咪要通行证㗎？你嗰隻艇啊，呢、这个好问题。咁我哋又嚟睇下经济一周最近播出嘅呢个移民资讯，佢不嬲都讲坏嘢㗎啫，冇乜好嘢讲㗎喎佢。咁冇乜所谓嘅，好嘅又听下，坏嘅又听下咯。但系苏花嚟讲呢，嚟到英国你会发现个生活成本系低咁香港一大截。喂，唔使我讲嘅你走去 Numbeo 嗰度呢 ,NUMBEO, 你去 compare 一下物价指数你又知道啊。虽然如果你真系赚好多好多好多钱嗰啲，我哋叫嗰啲做中上产啦，嚟到英国可能反而冇咁着数，因为打税嗰度都贵㗎嘛。咁但系赚咁多咪交多少少囉。其他嗰啲即系香港嘅普通老百姓去到英国嘅话，计返条数就绝对系比香港嚟讲舒适好多嘅。虽然今日讲嘅呢单新闻呢就可能系同失业有关咁，但系其实好快，你只要个人唔系太拣择，你一定搵到嘢做。至于英国方面，你都见到啦，自由开放咯，完全冇限制咯，唔使隔离各样咯，好彩啫。如果唔系，话你捉我去嗰啲病床嗰度哇，真系唔闷屎都焗屎哦，我自己识自己点调理啊。你听到㗎啦，有神器㗎嘛。我哋呢啲好得7-7-8-8㗎啦。有足够睡眠休息呢、这个好紧要。不过其实一直有样嘢如果有做 gym 各样嗰啲可能会晓我唔知。即係你健身各样呢，你会攰㗎嘛，个人系咪。咁跟住就会有肌肉痛㗎啦嘛。其实你伤风感冒咳都系嗰啲肌肉痛嚟嘅啫嘛。咁你平时如果你锻炼完各样嘅时候点样可以舒缓呢啲咁样嘅症状呢？因为有啲人就话乳酸积聚，其实乳酸积聚只系初头嘅啫，实际上就系乳酸积聚就令到啲肌肉入面嗰啲组织同埋啲 blood vessels 会有少少炎症啦所以先至会持续继续痛咁解嘅啫，咁但系冇可能系走去食消炎噶嘛，咁又如何可以去舒缓一下呢啲咁样嘅症状呢？
似乎目前都未有方法啊，系咪啊？Anyway， 今回要讲嘅就係经济一周啊，最近诶你方去安好心咩？不过啊，即係租字上嘅嘢呢，佢感报啊，每一个人嘅理解可以系唔同嘅。咁啊，唔好俾文章嘅方向就带咗去，数字系真实㗎嘛。所以我成日都话啦啊，我唔会睇嗰啲 normative statement， 而只会参考佢嗰啲 positive statement， 到底啊系正确与否啊？你嗰啲系咪有事实根据嘅嘢呢？你同我讲啊，得30人嘅就系一年流感啊，咁你去翻查咯。哇，你只要讲得似层层啊，咁就得噶咯。原来其实系噶啊，以往都仲有好多嘅唔同嘅数据可以俾大家翻查各样。咁当然啦，趋往矣，未来只有越嚟越少嘅数字，所以无论论佢公布啲乜嘢啊，各样我好多时啊都会以怀疑嘅态度去睇咗先嘅。香港目前就系一个咁样嘅情况，都唔单止系香港啦。嗱呢度佢嗰个系咁讲嘅啊，就话移英搵工喎，港人转行就做电工，开工六日啊就俾人炖冬菇，冇先兆啊，冇先兆佢自己唔识睇啫。咁啊揭发三大原因，但系网民就话啦，就唔知佢啲咩网民啦，我谂系天空的蓝嗰啲啩，以为有手有脚就得啊？系啊，我以为有手有脚就得噶，咁我见证咗好。好多嘅 case 都系有手有脚啊就得啦，好多英文啊都不灵光添，基本嘢咁啊 OK 噶啦，大把啊英国100万份工啊等紧，同埋最近啊又嚟哇三个风一齐，一个叫咩啊德利，另一个叫 Yunus， 30几年嚟最大啊呢个啊，仲有一个 Franklin， 三风一齐打几犀利啊！咁结果啊有好多维修各样啦，呢头要啲人帮手最近啦、啊、吓、啊。好啦，嗱、啊、我哋睇下文章讲乜。话说好多香港人移民，部分人啊就会学啲新技能方面移居呢，可以更大机会攞到工作。其中一样就系电工，甚至有志同道合嘅就开咗个识路群组，方便嗰啲移民人士分享转载。嗱呢度咯。港人移英转行做水电，近日有网民呢就喺呢个群组度留言分享自己移英嘅时候成为电工嘅经验。六日即係 probation 啦，咩叫成为电工啫。咁原来佢呢啊就喺2021年年尾就读完英国当地嘅电工训练学院 Trade Skill 4U 嘅第三级课程，获得呢个叫做 ElectrotechnicCertificate Scheme 认证卡，不过佢串错字啊。咁啊，开始咗求职嘅旅程，过程唔太顺利，但系到最后呢啊，申请到一个职位，嗰、那个职位就系大概154蚊一个钟，主要负责一啲 new build， 即系可能 baroque 啊，或者系 bellway 啊 ，countryside 啊嗰啲啦，发展商啲名嚟嘅、啊，你当新鸿基长实嗰啲啦。咁啊，去安装嗰度啲电力设备、啊，头四日感觉良好，虽然有一定困难，同事都几友善啊，会分享下啲工作技巧各样。好啦，呢度分析嘅三个成因，第一个成因佢冇车牌，但系好多时啊呢啲工系需要嗰个雇员系有车牌嘅。第二样嘢啊，佢系冇呢个相关嘅工作经验，所以雇主可能唔系好信佢嗰个能力。第三样嘢就系英文嘅问题。到最后翻咗六日之后呢啊个老板就话佢做得太慢啦，又唔熟嗰啲电动工具，又唔惯呢个体力劳动。咁尤其系啊你要比较上大力各样嘅，咁收螺丝嗰啲先至会够快㗎嘛啊，咁佢就冇呢个力水。而网民嘅反应，应该话佢引述嘅网民嘅反应啦、啊、有啲啊就当然好同情楼主嘅嗰个处境啦，但有啲就觉得嗰个楼主嘅想法太天真啦，以为移民有手有脚就得，同埋啊嗰、那个英文呢啊，明明自己话自己有大学程度，但系聆听同埋说话啊，都只不过一般啫。所以到底英语水平如何呢？嗱、啊，咁不嬲啊，转行啊都系难嘅。咁同埋嗰位仁兄拣选嘅啊，系嗰啲发展商喎、啊，发展商不嬲啊，都要赶喺 deadline 之前就交货噶啦。咁所以啊，手脚慢又真系冇得搞噶噃，除非佢一开始请嗰个位啊系学徒级别。咁所以如果想入行嘅时候係有机会啦，你要累积经验嘅时候係应该叫低一格㗎噃啊，就冇得一开始就諗住完全衔接返头一年
可以话系投资咯。咁同时间即系冇车牌呢样嘢就冇办法。好明显人地啊俾得154蚊一个钟呢样嘢呢係写在墙上要求埋啊嗰、那个雇员係有车啊就可以由一个工地去另一个工地㗎嘛。至于点解啊都要请嗰位楼主嚟用一用咁啊更加证明冇人可以用囉。所以啊都至少有六日嘅人工啊都唔错啊咪之后再諗囉。装修呢行咁英语水平啊就冇关系嘅就只不过楼主需要即问下人哋呢件基件系乜啊？嗰件基件系乜嘅时候，咁啊的而且确会嘥咗啲时间啊！呢点可能个雇主唔系几中意啦。尤其系你要起货嘅时候，嗱呢个好残酷嘅现实，人哋可能话唔介意去教你嘅。咁但係转个头佢做唔起就到佢俾人炒㗎喇喎。所以俾好多人嘅意见呢最主要就係骑牛搵马囉。啊有嗰样做嗰样先。事实上四周围都缺人係人工可能稍低少少。咁结果嗰、那个电工牌150几蚊一个钟望落去好似都唔係话好抵。都唔係嘅。啊如果你做熟咗可能会比派货啊或者執货嗰啲仲轻松。咁我唔知啦。啊我曾经睇过呢个特需护照去 UK 嘅。咁佢去到啊都系做嗰啲装修各样咗喎、啊、不过佢唔需要用电工嗰啲囉纯粹坐礼。一句讲晒香港人啊应该喺英国嗰度发挥狮子山精神努力協助建设英国。咁同埋其实啊英国呢边有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工种㗎、啊、不过要你抄下剪草工都可能有啊。再唔系去一万步唉咪送外卖囉。香港啲工都捞得掂。咁你英国啊学多几句咪得囉。以前嗰啲唐人咪又系咁样过嚟。仲要嗰阵时冇 Google Translate。而家网上乜嘢 app 都有点都轻轻过嗰阵啦。同埋好多嘢已经网上化咗啦嘛。所以系无需要系个担忧。就算大公民会经一各样嘅包括施永青啊喺度不断咁样话英国点点点人哋已经自由开放经济复苏啦。作为香港人啊，当然要发挥自己所长，贡献大英帝国。咁最好当然就系咁多几个就系蘑菇化咗中国佢啦。即系你咪摆落台山、仰光、大亚湾、上海、北京、天津同美国一齐禁制咯，就系咁样样。好，今日讲到呢度。